海外的华人同胞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毛宁。在此新春佳节之际，祝愿首届全美青少年网络春节晚会圆满成功，愿我们的海外华人朋友们、孩子们过一个开心、圆满、快乐的春节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晓。在此新春佳节之际，祝首届全美青少年网络春节联欢晚会圆满成功，祝海外的朋友们、孩子们过一个快乐吉祥的新春佳节。北京时间大年初一，美国时间大年三十，我们隔空相聚，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赵俊雄。在此新春到来之际，我祝愿海外华人侨胞和孩子们新春快乐，阖家幸福，健康平安。祝首届全美青少年网络春节联欢晚会圆满成功，给大家拜年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孟子义，在此新春佳节之际，祝首届全美青少年网络春节联欢晚会圆满成功，愿我们海外的华人朋友们、孩子们过一个开心快乐的春节。大家好，我是优酷音乐的妍妍，我代表优酷音乐和全美首届青少年网络春晚的节目组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大吉，再次给大家拜年了。